中心是同事眼中优秀的警员，是爸爸妈妈眼里孝顺的儿子，是两位女儿心目中的英雄超人爸爸。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李晨，我我们都会勇敢，因为我的老公，宝贝的爸爸，你是英雄。将来我会告诉宝贝们，爸爸已经成为天上最璀璨的那一颗星，会永远照亮我们，陪伴我们，成为正义的小孩。